嗨，晚上好 ，Hello，吃饭啊，吃，想起来，过年开始前吃了，膝盖还行，玩的时候很疼，现在已经疼过了。好，吃了鱼，大家都在看，都有看直播嘛？谢谢不破不立的一叠，我们这个真的很赶，确实，我笑的原因还有个原因就是太疼了。玩个游戏这么累，拼了命了！哇，这是万圣节的礼物吗？谢谢全国爱什么摇一等奖的南瓜派对。有被吓到哦。咳嗽就是太激动了，然后笑的我哮喘都犯了。我没有，我拼了命吃了东西。谢谢梁小羊的万圣夜。这中间是个什么东西？看上去像是一个那个宫崎骏那个动漫。对呀，好像广州很少有风。我有去采访过他们当地的成员，东方明珠宝宝。我拉票，我的药还没吃。说实话，我好像把药带少了，又把我的药都装在了一个盒子里，然后那个盒子好像漏了。然后那个药就没了，但还好明天就回去了。谢谢，我就叫喂喂喂的权杖，谢谢喂喂喂，就是掉出来了，因为我都装在一个盒子里面，然后那盒子没封好，它就给掉出来了。有的药就没有了，但没关系，就这么一天，没事儿。谢谢守护神咒，护神护卫的南瓜牌。对，你的名字好特别哦，你的名字很正义，很正能量。谢谢稀有的北上的南瓜派对。对，下次 下次得装在袋子里，得把它密封起来。那个是处方药，跑腿的买不到。谢谢克里斯马斯的皇冠，谢谢 Christmas，马上就要万圣节了，谢谢波登登耶的万圣衣，Halloween night me day boogie night，有什么舞台背后故事呢？就是非常的赶，非常的紧张，因为我们当天才对，谢谢陶皮皮的万圣。万圣夜 谢谢 两个一的皇冠，谢谢一眼执念，一念执着，谢谢。对，因为太激动了就会这样。谢谢乱码环游版，去哪玩啊？矿泉水我刚喝过 谢谢小石头 ISMY 的权杖。谢谢小石头。对，因为今天跳舞，今晚还吃饭吗？吃的。等会儿打算看看附近有啥想吃。对，我咳嗽的，咳嗽的一个药掉了，那另一个药吃了，但是呢，昨天握手会的时候，有人跟我说那个药对心脏不好，我就也没有吃。谢谢 AKA 豆豆眼神奇毛怪，
的万圣夜。谢谢爱自由的 W 的万圣夜。cos 啥？没法 cos，我那天刚回来。没有没有，谢谢音乐小月的南瓜派对。我的发绳，说实话，我今天发绳又不见了。哎，我兜里有那天收到的，握手会收到的，很花的这个叫什么？谢谢陈 XQ 的权杖，谢谢陈 XQ。我说这个不是，就是我穿衣服的时候把它弄掉，好听，可好听了呢。下次你们唱的更好听，好不好？下次你们唱给我听，好不好？啊、哦，我看到了，有看到那个样。谢谢小城市失眠的早八女人的一点。快跑吧！以为我是谁？Come on！因为今天有好好，昨天有好好睡觉，昨天睡了好久好久，特别开心。结果忘了带。谢谢小 Bees 的万圣夜。我前天，好呀好呀。生日会的时候跳怎么样？谢谢一格喵，这是什么意思的？生日蛋糕，生日吗？这格喵，有人说要跳音的大，很高兴能够在广州中泰听到音的大的回应声，特别开心。谢谢只养一朵花的南瓜派对。哎呀，希望下次也可以啦，希望还能有机会来广州赢得大。谢谢苏谨言、沈梦瑶身体健康版的南瓜派对。地处西南的粉丝，西南是哪？喂，叶总啊，谢谢一坨小憨憨的南瓜派对。啥时候来北京？我也想去。我们幻想过想要去北京，这样还可以去环球影城。谢谢初心者的南瓜派对。武汉考虑考虑，好好好，等我到时候老总了，我一定会考虑考虑的。好，晚安。谢谢初心者的南瓜派对。谢谢鹅哈的南瓜派对。东北，我想去哈尔滨，我想去看冰雕，想要在冰雕里面跳舞，可以吗？我会实现这个愿望吗？谢谢红茶拿铁耶的万圣夜。谢谢两个一的夜蝶。刚刚那个一格喵，他有没有说生日？都没有唱生日歌呢。生日快乐哦！什么时候当老总？就是哪天发现我们有很多巡演的时候，那一日就是 梦里，在冰雕里面跳舞多好看啊！那个光折射出来的，冷，但是不是说是干冷吗？上海是湿冷，干冷就是那种。皮肤表皮上的冷，湿冷就是骨子里的冷。我很想感受一下这种差别。谢谢红茶拿铁。穿军大衣，穿那个花棉袄。我怕冷吗？我怕，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冬天。主要我很喜欢过圣诞节，就是。看别人过圣诞节，喜欢看别人过，感觉大家会穿的这么花里胡哨，然后很浪漫，很
温馨的感觉。当然，就是看别人，本人就不会搞这种气氛。谢谢小新 Tokyo 的皇冠，谢谢小新。什么呀？你去大街上，你就可以看到啊，就很花里胡哨啊，就整条街都会去挂上那些彩灯。啊，你真的过生日啊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幸福，祝你健康，祝你天天开心。刚刚没有看到嘛，因为刚刚那个特效都挡着那个弹幕，然后就看到上面的。生日快乐！我也想，我也想。20岁，怎么你连他几岁生日都知道呢？我看到了一个什么什么弹幕，我希望那是假的，希望那一定是做梦。啊，刚刚说了，好吧，是我不够仔细的。谢谢小瓜喜欢小咬咬版的南瓜派对。我来广州，我都没有吃啊，我吃了一个肠粉，没有吃这里的特色早点。这条路真的好黑，怪吓人的。这里有正道的光呀，我在上面呢，怕什么？没有吃，没有吃，哎，吃不上。谢谢沈壮壮，要好好的南瓜派对。好，我昨天前天就想吃，明天赶早去喝个早茶，起不来。我很喜欢喝椰子鸡的汤，谢谢黑色的白衬衫 的南瓜派对。你吃了？你跟谁一起去吃的呢？明天机场吃，机场有吗？机场没有吧？明天应该还挺早。点外卖，这个点有吗？对，椰子鸡鸡肉我应该咬不动。有外卖，好，我等会看一看。明早喝早茶吗？不喝，我起不来呢。谢谢车车小朋友的南瓜派对，感觉椰子鸡的汤像是棒棒糖一样，就很甜。点三黄鸡，居然还可以点鸡，我染了眉毛，我又漂了。谢谢乳味鹿头的南瓜派对，我是又漂了，我是林淑琴生日的前一天漂的，印象非常深，因为问他借的。然后排练的时候，他让我给他还回去，然后我就赶紧再蹭一下免费的染眉膏。现在出门去喝早茶，谢谢初心者的晚生意。现在出门有。谢谢中年新粉可还行的晚生意，可行可行。谢谢叶一清的晚生意，昨天睡了，不会不会，其实我现在又困了，因为前天就睡了一会儿。谢谢37号的南瓜派对。如果我有一天没有睡饱，我得后面几天一定要补回来。好羡慕能睡那么久，羡慕吧。我从小就这样，就一直很能睡，但我妈妈也不会叫醒我。就暑假的时候，我绝对是睡很久。她一般也不会觉得我不吃早饭
啊，他会喊我吃个早饭，但是午饭如果我还在睡觉的话，他就也不会叫我，等我起来才会让我起来。真的睡不着，怎么会睡不着呢？你想太多了，什么都不要想。而且我有时候会有一种，我知道自己马上要睡着了，就是那种神游的状态，然后精神已经飘起来了，人整个处于一个黑色的一个房间里的感觉。因为灯关了，对，那肯定是黑色房间。然后人是晕晕乎乎的。真的假的？怎么会睡不着呢？累的时候就睡，做梦我昨天前天做梦，梦了很夸张的梦，但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，就是整个过程都在做梦。我也会这样，他们说这样人会翻白眼睡觉，之前好像就有人说我睡觉就是会翻白眼，我忘了是不是我姐姐，她有时候来我家睡就会。说我好像睡觉会翻白眼，谢谢 L 又等南瓜排队。怎么你16岁你就失眠了吗？梦到昨天握手迟到了关门，为什么要激动？以后告诉自己要平静，要平静下来。也是，但是眼睛太大了，合不上。我的梦我已经忘记了，是好像就是。跟你们有关，家反正又梦见你们了，梦见很多很多的你们，就是说很真实。谢谢小黄人住在沈梦瑶房间版生日蛋糕，过生日吗？晚上好。我梦到的是这次不是那种小黄。就是小黄人，这次不是火柴人，之前梦到你们都是火柴人的形状，现在就是有种你们的脸，可能是我最近见你们见多了，但具体梦到的是谁，我都有点，这就不知道。瑟瑟，好，当然啦，少女偶像头发当然好闻啦。对呀，你们有脸，然后你们反正就是在拍我，还是在干嘛？然后我跟你们说话，就是平时那样子。对呀，你们有脸了，是梦到你们啦。今天没能在现场跟你热烈的打招呼，那下次。线上的话，你们在镜头里。每次盯着镜头，就是我在看着你们的时候。万圣节没有安排握手，因为我那天有通告，我傍晚才回来。那个握手会好像也不是全员吧？见到了，开心睡不着。我开心的睡了十几个小时。公演在，公演应该能赶回来吧？谢谢又温馨又可爱的万圣夜。这里的 staff 姐姐都好好，今天我来就是今天上场表演，然后那个后台的一个 staff 姐姐跟我很温柔说一句加油，那 就特别开心。而且这里的姐姐，就我很喜欢广州人的普通话，就是虽然我是二甲，但是这里边的广州人的普通话就因为有点点不标准，所以会显他们很可爱。谢谢一点点点的万圣夜，就很喜欢他们那种口音。哎呀，你们的普通话也有好的，就是稍微带点广州的味道，就你们的广州味道就是那种，就跟你们的早茶味道一样。咸甜咸甜，然后，但吃整个听完就吃完就感觉非常的享受，哎，我不会粤语，粤语的话
就是非常的有担当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粤语听上去很有担当，但是广州人讲普通话就有种在卖萌的感觉，哈哈。昨天的那个姐姐也很温柔，给你讲东北话，好呀。那东北话就更有担当了，听上去就很可靠。阿信一直会在后台讲粤语。豆花喜欢甜的还是咸的？这个我已经回答过很多次，永远是咸的。但我听不懂，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去问的吗？什么都没和他聊够，那就期待我们多多来广州就能够见到他了。我听不懂，一句话都听不懂。虽然我妈妈很喜欢唱粤语歌，但是我就是听不懂，但也不想学。上海话都不会，也不想学。对，他特别好。他一直问我要不要休息，我说我们在上海都从来没有休息过，所以突然让我休息，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休息。我说我还是继续吧，然后后来他还是让我，就是你大家都要休息5分钟。谢谢爱掐啤酒的丁丁的万圣夜，武汉话，我去过一次。谢谢大大妹妹的万圣夜，我不累，嘿嘿，见到大家怎么会累呢？都好了，一下子都好了。长沙也去过，原地入睡。我听不懂呀，听不懂。对，他一直要我喝水，我说我不想摘口罩，呵呵，因为我昨天我都没有怎么化妆。然后他就说没事，帮你挡。就说算了，没事。喝酒喝得开心吗？谢谢大胖子是只喵歌迷版的万圣夜。对，我前天也是，我打算明天也这么做，因为现在戴口罩就很没有必要。因为有人就是跟我要电话还是咋的，然后因为自己去 happy 了，然后就错过了。因为我就画眉毛给你，我连粉底都不想打，因为感觉反而对皮肤不好。真的吗？他叫我过去吃椰子鸡，他点了，等会儿就过去。谢谢波鸡口皮皮鱼的万圣夜。我本来去出外啊，吃完。对，他很有气质。干嘛老是打人家的主意？我真的有在多吃饭。谢谢，我好像蛮喜欢你的权杖。谢谢，我好像蛮喜欢你。谢谢，嘤嘤要好好读书的万圣夜。昨天晚上销售，但是又之前一阵子就吃的是很少。谢谢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你是什么？谢谢南瓜派对，你是什么小动物呀？踢踏踢踏的跑过来，对呀对呀，因为桌子很热闹。就那个桌子很热闹，就一直很想听大家讲话，然后就嘴一直没有停下来。谢谢呀呀呀吼，有依靠版的南瓜派对。虽然好吧，是有点容易吃的慢。谢谢滴滴滴滴的万圣夜，你是什么车子吗？对，昨天吃海底捞。吃了广州的特色海底捞，谢谢 biu biu 蹦的南瓜派对。
但我后面太困，我就坐椅子上睡觉了。他没有按筷子，他好像用了那个什么鲨鱼夹。谢谢柔柔小狮子的聪明脑袋变健康的万圣夜。好，海底捞有什么区别？他们的辣锅非常的辣，然后他们没有豆花。谢谢生肖药丸的南瓜派对。他们不知道，没有，根本就没有吃啥。他们那个辣锅不知道为什么特别辣。谢谢绿色小山三一的万圣夜。我吃了年糕，吃了。谢谢野生奥特曼的万圣夜。由于太困了，昨天晚上我已经没有印象，我甚至有点晕。谢谢燃烧的女王，修耶版的权杖，谢谢女王陛下，谢谢萨尔奇不是瑟奇的晚声音。就我昨天晚上都已经像是对，就是很晕，因为太困了，我就已经完全没有意识我是怎么洗漱完睡觉的，然后一觉睡到大白天。谢谢企鹅队长夜蝶。有啊，海底捞有豆花，然后一定要蘸豆花酱。对，我因为我牙口不好，因为太困了，每天都是6点醒，好棒哦，好健康。头发有吹干？有哦，没有，我是早上头发自然干。谢谢冻龄茶大王，不是零。的万圣，上班睡不够，周末睡不着，周末停下玩，还好了，因为都睡着了，所以头疼已经意识不到。我小时候倒是会偏头痛，我小时候明明头发都吹干了。谢谢坨坨的丈母娘的皇冠。哎呀，我们坨坨还好吗？我们坨坨。哎，现在在干嘛呢？他会不会冷得穿手绳呢？想坨坨。对，明天就能见到。我小时候会经常偏头痛，长大了还好。坨坨枕头上流泪，那不会。谢谢除夕不熬夜的夜夜。我们除夕呢？我很久没有回家了，但我家最近就是在装修，所以我也不想回去，想等搬新家了再回去。对呀对呀，什么又在装修？一直在装修，因为搬新家，等过年前。所以就是说这个搬来搬去，这个房间这个布局吧，没有到完美，有点不想回去。但我没有这么跟我妈说，我妈每次都说你回来吗？我说这个家就是说有些东西都已经搬到新家去了，我还是更想住新家。我就说哎呀太忙了。妈妈看看直播，不会这么晚了。好像他最近在忙着装修的事情。哎呀，我突然想到还没回他微信。不会的，你们真的是。我马上就回家，我立马就回家，打破谣言。还不知道呢，但是我妈以为就是怎么说呢，她给我留的房间全都是用来给我装衣服的。我
你在上海吗？对呀、啊，我的衣服就是经常中心放不下，然后就给我妈就说能不能装回去。每次大包小包的拎回家，看上去像是给家里带很多东西，但其实都是衣服。谢谢，今天吃了里脊肉饼的万圣夜。里脊肉饼是什么？是手抓饼吗？哎，他说以后有的好装了。不是哦，猫猫有房间吗？会提装修意见吗？我跟他说抖音上有很多那种装修的视频，我让他去看，他好像根本就没有去看。给猫猫们一个小房间，那我一进去，然后衣服上都是猫毛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妈妈就可以把家里打扫的一根毛毛都没有，但是在中心全都是毛毛。我的牙得等明年的，不知道呀，不知道。就好神奇哦，坨坨毛毛多，可是过年的时候好像也很干净的样子，好厉害呀！对，有你们，所有的妈妈都会有魔法，真的假的？别的地区的妈妈也是这样子的吧？今晚的月亮很漂亮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哦。吓死我！住左心房，右心房，谢谢守护神咒，护神护卫的夜蝶。我之前还想给我中心的房间给装修一下，跟坨坨学，那坨坨可会踹人的。我还有一个，那天就是怎么说呢，就那张照片有点不好意思发出来，就那个我那个被套，就是说跟那个坨坨的枕头是联名款。然后，但坨坨睡在上面，睡得很香。然后我就拍个照，怎么是看到我被套了吗？我好像没有发过我被套，是枕套，就是跟枕套同款，就跟我们坨坨拥有了同款的被套。我买了一个很漂亮的被套，这叫什么？花绒。谢谢野生奥特曼的权杖，谢谢奥特曼。是什么花呢？这个花是富贵花，我也不知道。牡丹花，跟我想一块去，不知道那是什么花，叫 Lily。爱的。怎么，你们那么喜欢 Lily 吗？这可是我小时候的英文名呢，而且小时候我可不喜欢这个英文名字，我就跟老师说我想要换名字，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，我以前跟你们讲过，谢谢 ZZZZING 的万圣夜。我还记得我说我想跟叫什么？我好朋友叫什么？叫 Selina，不是那个 Selina，我跟他不是朋友，他不认识我，我认识他。但是我的好朋友也是叫 Selina，我觉得非常的好听。我想要类似于这样子英文名，然后。
后就去网上搜。我跟老师说我不想叫丽丽，因为大家都会说是叫百合花什么样，我觉得很难听。然后我英语老师露出一个非常无语的表情。然后我说那我自己去搜一个好听的名字，然后你给我换上，因为我们英文课要说英文名字，就是喊人起床都要用英文，喊人起床了，喊人上就是上课发言都是要用英文名字说的。我就去搜，然后搜到个 Crystal 水晶，我说哎呀水晶漂亮了，好好听的名字啊。但是没有人这么叫我，我只有在自己的那个以前会自己做那种漫画书，然后就会给自己写。叫以前我们英文老师还叫 Nancy， 我现在的钢琴老师也叫 Nancy。 音的大的水晶啊，没有错啦，就是会预料到。以前大家英文名都是通用的， George 像个老奶奶，怎么可以这么说我们老师。我是后来去外边报英语补课班了，我叫 Miranda， 是我的那个外教老师给我取的。对啊，是很容易重名。还有什么很常见的，现在也经常撞，有人叫 Miranda 吗？ Tony。对，现在怎么英文班跑路了？你家马里奥啊 ，boss， 李华 ，Sana， 叫 Mina， 怎么？真的有人叫你叫猫不？叫 Wendy， 叫 Joy， 怎么谁英文名叫 Twice？ 叫 Yuna， 叫 Wife。husband 的男孩，你们的英文名悠悠，悠悠这个的确，你叫 Joy， 哇哦，叫 baby， 真的吗 ？Hi baby， 你叫艾琳，啊啊，对哦对哦对哦，叫 Honey。Hello Kitty， 英文名叫摇摇吧 ，Chris， 你这几天叫 Lemon， 以前小时候会 Lemon 和 Melon 分不清楚都是什么水果，还有 Potato 和 Tomato， 老师会反复强调这些。你们上学的时候会吧，然后我怎么记得呢，就是 tomato 绝对不是土豆，那 potato 就是土豆。多吃这些水果。确实，但小时候没有这种意识。被老师罚了，哦，要复数加 es， 叫 wiper 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叫迷雾啊，
那下次变成 melon 好不好？甜甜的 melon，叫 duck，cherry，我也有个同学叫 cherry，叫坨坨。大家都开始这一个啊，非常国际化的交流，就非常的厉害，都是英文。什么？你叫什么？叫 chicken。我偶尔还会去看一下一些英文老师他们在抖音上的直播。之前我还有看过韩文课，啊不对，是日文课，因为王毅在那看那种网课。Savage，I'm a savage，哒哒哒哒哒。说实话，我以前还自己去，就是。有很多网上有很多资源，就学习的资源。然后我还去看过哲学课，但是后面就把它像是放音乐一样，就洗澡的时候在那听。然后我本来其实是只是稍微有点那么有点兴趣，不催眠，可能我上的那个课，因为我有一个。侄女她就是会给我分享这种资源，文学上的资源，然后我就跟她说：“哎呀，你们每次都要这么说，我都说了多少遍了，这位侄女，怎么的？我有侄子就不能有侄女了？嗯。”你们是没有吗？你们是没有舅舅吗？你们是没有一些爸爸那个那一方的亲戚家属吗？啊，他比我小一两岁好像，其实我不知道他多大，因为一般也不会记年龄，但是就知道比我小。是吗？我都叫舅舅舅妈哎，我不管是爸爸那边还是妈妈那边，但是他是爸爸那边的，舅舅是妈妈那边的，妈妈弟弟叫舅舅，对，我的确有个舅舅是妈妈的弟弟，谢谢。叫什么 ID 好呢？请不了假，二号的弟弟，二号要干嘛？爸爸那边叫叔叔。对，我的小侄子就很小，真的假的？爸爸兄弟叫爸爸，那你我乱讲，对，那我就是乱讲，我就是喜欢乱讲，实在不行都叫美女姐姐，叫叔叔，爸爸的哥哥叫伯伯，我没有，哦，大伯，哦，对哦。啊，我侄女，哎，我侄女是比我小一岁，反正跟我差不多大。大吧，二吧，我没有哎，我就一个，我就叫我爸爸，不喊，他喊我兄弟。我们微信上就是这么说的。明天呀，就是 你们爱什么？好，从此以后，兄弟有难，我绝对会先撤了。开玩笑的啦，要保护你们呀，要保护你们哦，捧在手心上。
很有义气。呵呵。我等会儿过去王爷那吃点，太重了。有福咱们一起扛。好好好，会做吃的。孩子们忘点了。我每次吃东西都会记着你们说的话。哎，我这里还有个酸奶。对，我身上有肌肉。谁说我肌肉很吓人来着？段奕璇还是杨幂？好吧，杨幂也不会说这种话，那就是段奕璇。他说我肌肉太吓人了。是他吧？拍住！哎呀，他说假话，然后杨幂说：“那你不是也有？”然后他说：“因为觉得自己肌肉不好，我觉得很好看啊，我觉得我们都很好看，就是因为他也有肌肉，然后他可能就自己觉得，哎呀。”雪雪的肌肉也好看，这个说实话，这应该也是天生就是容易长肌肉，就有的人天生就不容易长肌肉，就跟易瘦体质一样，是吗？其实也可以练出来吧。我们今天很多歌都是这种露肌肉的。没有，我们水水只关心我今天有没有累。他今天还问我你累吗？我说还好，怎么了？他说不然我就又要再抱抱你一下。我们水水才不会说这种话呢。哎，我们今天穿了很多露肌肉，所以就有认真讨论了一下。对，因为前面的时候还没有怎么说呢，因为还没有怎么吃，然后后面讲 MC 的时候，就他们讲 MC 的时候，我就还是糖水，什么斯文败类，什么时候穿？那就。再说吧。哎呀，我都不舍得穿的，这么好看的洛丽塔。我想起来，我还收到过一套 JK 制服裙，谢谢818狮子座万圣衣。我包装都没有打开，我就把它放在了衣柜里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什么时候穿。真假？谁说的？谁说的？生日会，我最近很头疼，我在想歌曲。你的刘海在上面。MC 说吃了鱼，请谁呀？等，我要先问问他们要不要先说。我想了几个，现在还没有定完。哎呀，不知道你们会喜欢什么歌曲呢？我，真的吗？喜欢我唱的歌。我要先。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想想，真的吗？真的喜欢
这次安可的表演，我真的紧张死了，我跟我当时终极任务首演时候一样紧张，就那天表演可太紧张了。音乐，因为我说实话，我没有好好，因为那天录音的时候我就说我是想要半开麦，我就没有想要录下来。所以如果你们要听的话，我可以专门去录一录，心跳都会上一百，真的吗？谢谢你们喜欢，还好我练了练，在后台练了练，我差点卡嗓子。嘿嘿。你们等我一下啊，等我一下，摆个好看的姿势。怎么退出呢？好了。我，还在夸我，谢谢。对，就不用摆姿势，我也会卡着呢。好吧，行吧，我想起来是什么，成员暂时有事，什么什么，是吧？谢谢村泽耀瑶幸福哦的皇冠，谢谢村泽。这不是想要让你们截个屏吗？哎呀，行吧，错过了完美的定格，回音的大呀。哼 因为之前你们不是一直说卡了，但我想卡了，那肯定会卡着，那这个卡着，这个照片就非常的吓人的话，就完蛋了，没电。谢谢 HEALAR-G 的万岁！谢谢夸奖。我看看还有多少天，我要30分去吃点东西。会发微博的，我上次还有一些照片没有发，但我没有自拍，嘿嘿，谢谢在玫瑰星球泡澡的瑞瑞，哎呀，真的泡澡了呀，的权杖，一会儿就发，一会儿就发，谢谢小杜是憨憨，小叶唱歌最好听的万声音，好。一会儿微博见，这么乖，期待我这次文案干嘛呀？文案重要吗？照片才最重要，是不是？分享图片四个字代表着博主非常想要把这些美丽的照片分享给大家。其次呢，也体现了这些照片很宝贵，因为无论如何，哪些文字都有一点配不上它的意思。
谢谢 ink 722的万事一叶，是不是呢？你说用什么话去描述这么美好的景象呢？没有，是我不太会说话了，尤其是我一会儿要发送的照片。因为都是合照，那非常的美丽。这么多美丽的事物，当然还是用分享图片来把它们烘托出来啦。呵呸，太直白了啦，太直白了。帅美女。有和一些妹妹的日常，也有姐姐。分享一些下凡的瞬间，好像都是姐姐。什么东西啊？分享漂亮姐姐跟漂亮姐姐的日常，好吗？怎么样？嘿嘿嘿嘿嘿。谁的合照？他还没发我呢，而且那个。还有我们的雪雪，谢谢南风知我意，吹梦到西洲的一点。对呀，对呀。对呀，你们有吗？嘿嘿嘿嘿。要端水，怎么端水？你们怎么跟段奕璇一样？老爱让我喊姐姐，你们有我的照片？哼，休想！我都给他发消息了，我刚给他发消息，我问他外卖到了没，他可能还没有看，还得看这单呢。我吃的呀。踢到我吞口水了，谢谢 J 遇见瑶，椰宝平安健康的南瓜派对，这呵呵怎么是忧郁的郁？真会有很多姐姐哦。会有个，对，现在还不能说。现在要等我确定完节目，然后内心都定下来手机刚刚发消息了。嗨，网易，你直播完了呀？等会儿就来。对。
原来你没有点，好吧，点吃，点吧，帮我看看有没有喝的，算了，算了，我不喝，我怕明天肿。我们就喝喝椰子鸡的汤吧。喝太多水，明天会肿的。哎，干嘛呀？都叫我喝，戴口罩看不出来。哎，那确实。肿了也可爱呀。明天就是说，明天几度啊？肿了，胖一点。以前我很容易肿，但现在就突然，可能就长大了吧。我有在吃，20几度，那很热啊，是吗？热吗？我觉得这房间这么暗，还是我手机因为没电了，越来越暗。肿一肿，怎么叫我肿一肿呢？是不是有点暗？有时候肿的时候会觉得这边都有点点疼。可是肿的话，眼睛也会肿。好吧，好吧，跟我爸一样，我要是来，总能找到一些我身边人的。诶，刚中间是有什么东西？这是有个口红特效吗？你没有看到吗？你看到吗？诶，看到了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没有，确定吗？我们看，哎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这里有个白的，看到吗？眼睛，这样，看到吗？哦，这是白牙特效，怎么会这样？好好笑，我们别的那个直播呀，都是什么瘦脸啊、大眼，我们这个是白眼 啊，我们也有瘦脸，但是应该没有人会开吧？就是很多特效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开了，就会不好看。这白牙特效在哪里啊？我怎么从来没有见到过？我特别不喜欢开那些特效，我觉得就很奇怪。就是现在，因为我有去采访过大王，我说我们这个直播的滤镜怎么说呢，就是有点跟以前有点不一样，就显得有一点点加了一些这个叫什么来着，颗粒感。他说，因为现在这个，他说了一个英文单词，然后说变得高级了，就是属于是一些程序上面更加的能够适应了，大致是这个意思。我就说，嗯，好好的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，我甚至觉得我为什么要给他发这句话呢？他真的有很认真的回答我跟他说的这个问题。不过的确也是啦，他们肯定是想要精心的改进一下这个口袋四八，就是想把这个口袋四八做好。然后被我这么一说，他会不会玻璃心啊？没有这个意思哦，没有这个意思哦，我比较肤浅了，是不是比较肤浅？好尴尬呀！我现在突然觉得我跟他这个对话，他应该不会在意吧？他应该不会想多吧？
对，我该夸夸他，我应该说，嗯，都很好呢，有感受到在进步，对。对，我是用纸上举着的，没关系。你们很轻，一点都不重，举得很轻松。等一下啊。来了，大王来了，真的假的？服务员，让他给我拿个东西。大王，大王刚刚来敲门了是吧？对，刚刚是服务员，对，是称呼为服务员吗？酒店的工作人员。哎，不是，什么呀？来抓我了！我还以为真的来直播间了呢。一会儿去吃，对，明天还要早起，会吃饱的，这样明天早上就不会饿了。明天还有工作吗？嗯，要去练习酒店服务中心。你要回去啊？回上海？早起为什么？正常早起。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明天几点发车。好，我走了，我要去洗漱去了。洗漱完，美美的喝着椰子鸡汤，没收拾。洗漱完再收拾，不然洗漱用品还要再收拾。拜拜，拜拜，晚安，拜拜。好的，一会儿微博见。拜拜，拜拜，早了啊，拜拜。